正是来到了上海音乐学院。你的你的的这是夏元培首任院长，有很多人来看他的，就这个楼就很现代了啊。就刘老师，你在这里就读的时候应该不是这样的。我们只有当时只有南大楼和北大楼两幢楼，就其实你也是看着它一点点变大是吧？对，那个里面我都没去过。你也是第一次、啊、我第一次，我第一次。那我们一起探索吧。好漂亮啊、哎、这里面我还真没进来过，这么漂亮。看到没有，导游的表情比我要惊讶得多。哎呀哎呀，这么漂亮，我真的是，哎呀，你太不关心母校的成长了。以前来的时候，这里都疯掉了呀，那里面都这样。你感觉好陌生啊！优秀历史建筑，刷你这张脸，我们能不能进去？来试一下。进不去的，勇敢的试一下，来。哦，马海洋行设计，我们能进吗？很遗憾，现在如果说网友们要来，要提前预约。我们现在就是被挡在了门口，我们进不去。在这么样的氛围当中，这样的建筑里面，你在这儿放把二胡，拉个新闻笔，那人家是要搞洋乐器，可以搞啊，不是这冲撞了呀，对比啊。哎呦，听到森的声音了，眼睛在上课的，你赶紧刷个脸试试看。我打个电话给他，是不是在这上？你喉咙太强了，他们可得生着了。啊，那我来。刘老师刷脸已经不行了，找外援。所以你整个一个客人啊。但人脉还可以。这是我们中之月声大师。哎，不，你好。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就整个五楼都是民乐系的是吧？啊，民乐系。大学老师就是不一样。哎，就是不一样。太棒了，太棒了。你的办公室还是不要放上去，不要放上去，我在办公室人家太哈你了。我不一点不难过。哦，你不难过、啊？因为我觉得他们是附中上来的，他们应该比我们好。一浪高过一浪，这是很正常的。一浪推一浪。我刘老师的学生，我初二的时候刘老师就过来是我们的老师了。就是你的孩子。对呀、啊，所以刘老师看着我们长大的。你看他沧桑的感觉，莽撞啊！刘老师，看出了你的人脉之广之好。他已经说了嘛，现在变成德高望重了。欢迎网友们来上音乐学院，感受一下音乐的氛围。